我们家不是旅馆，麻烦你搬出去。你忘了当初我们分手的时候，你对我说过了什么？我人真的好累啊。陈美，你人在哪？晶晶，我麻烦你立刻离开我家。陈美，这里面一定有个人丢小偷。 每周日晚间8点，东森综合台，Ludia 维珍琥珀霜，爱情白皮书。